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无限法则系列影片，我是怪阿志。没有错，就在昨天，无限法则正式迈入第八赛季。身为法则爱好者，肯定是完爆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各位是不是很想看游戏日常？好好，等一下，我来迅速介绍一下新图重点更新。首先，四人组队系统更改为三人，算是考虑到地图大小以及游戏节奏。在我玩的迹象看来，地图的确小很多，游戏节奏更是加快。一场游戏同样为60人，但因为人数问题，所以多了5组小队，总共20组小队竞争。那么开场呢，有什么变化？移动能力多新增了一种，也就是众所期待的摩托车哦，都爱啦。真的很帅，不过目前因为一些多余动作导致有些延迟，所以用起来不是这么顺畅，就要看看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动。还没体验的真的要骑骑看啦，很爽。在后半段实战也会有飙车片段欸。接着战术能力删除了两个，分别为改装工具和水下推进器。不是我要说，沙漠图你要找车真的很难，跟找水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没有那么夸张啦。所以改装工具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嘛，而且感觉车辆又比较硬一点。以上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改动，其余还是要亲身体验。整体玩下来，我觉得还蛮新鲜的，更是充满挑战性。房子风格变化，一些新战术、攻防战等等，都必须再研究啦。差不多就是这些，马上进入我们的实战 ，Go！ 那要开胚吗？开胚啊 ！OK， 最喜欢这种开胚场。车辆处理厂，我们直接从车辆那边撸出去。看，还有那个机车还有动画是怎样？对吧？对吧？看到车了啦，车了啦！哦，哇、哦！我两个色，帅的喽，帅的哦。要先捡四倍，四倍是我。帅的，帅的。我靠！吓趴了！吓趴！哈！走吧，我们可以走吗？走啊走啊，去开车吗？还是怎样？接下去过。我要赔。好赔赔，那就赔那就赔。我们去哪？我们去哪里？厂内文化好了，工厂应该比较好打。好。这种新地图感觉就是玩第一人称。很乖，喝自己的车。哇！那么特技耶、欸！啊，感觉没有啊！等一下，会吧？应该可以。你们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瓜子，等一下，瓜子，稍微。拍谁？我有点飞不起来啊！可以用石头做特技啊，他自己弹一下。我靠！这个荒野大镖客。这个要操作，这个真的要操作。OK， 走起。哇！走起那边。呜呼！嗨，野熊。这边三个人，蛮多的。Hello。OK。卖冬瓜。我这边缺一个。有人。再打一次，差点输他。好，死完。黑车超危险的啦，都听不到有没有人？他不开枪，你不知道他在那边。真的，他要停车也有点危险。停车有延迟。对呀、啊。黑太爽，你知道吗？就整个沉浸，好像在玩赛车游戏。啊，冲！他说：“小安来啊，来比啊！”我要，我跟你卡住了，你要卡车啊？卡我的，你自己过来的。小安，我卡在石头里了啦。我在等他们，因为等下小安要去找。你卡住，卡住了。我自雷，炸了。办的啦。我不行，没救。让我们再看一次。就这样进去了。走起。在工厂里，大工厂。倍镜比较少拿到，我觉得。嗯。很吃倍镜，我觉得这张图真的蛮吃。这个墙角。往前吗？还是要卡车？
我可以拿这栋屋顶。可以可以。你看到了？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栋我也有，我这栋也有。楼下。你楼下有。好。还有一只。好。跟一个，跟一个。我都先不别了，我这个飞过来。跑掉，这组可怜呐、啊，收的饱饱的，给我们，送给我们，真的。这个医疗箱多一个，我靠，这个里面什么时候有这个柜子啊？我靠，真的，更灵人。哎、欸，后面我刚刚那个屋顶，我刚刚那个工厂，看到了。命安位置很好哦，我要拉血哦。中一发，飞走，飞了，飞到后面，停了，哪一栋哪一栋？飞了，哦，应该小心哦。他，我来，偷袭太失败了吧？他跑掉了。远处还有别组的哦，远处别组在点。我操，两组人，两组人在打，他们那里两组。在楼下啊，蜜柑。对，下。远处倒一只。哎、欸，我要拉血哦，各位。好，你拉，你拉。这边有两只，好像过来了，往我们这边靠。哎、nice ，石头，石头。我扔了，我扔了，那边不止一只。一枪，杀了一下。漂亮。哎，敢偷？还有吧？哎、欸，应该还有。队友。是吗？应该杀队友。哎、欸，应该偷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了没了，那边好像死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刚把他杀掉，然后跳级杀。好的，哇！露头了，一发，中一发。会不会近点有人？吓死我！他还打左边哦，所以啊，不要进左边。我、哦、那个违章建筑好帅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我第一次来，那好像 Apex 那一栋哦。你在看什么啦？啊！往后跳走了，往后跳走了。可怜、欸，飞走了，飞走了。OK OK。这应该有队友吧？这个有有，滑翔翼，滑翔翼飞到这里，这边两只，这边两只。啊，看到，后面在哪？我没有车，我他妈还扁了。我那只死，那组好像死光，剩右边、嗯、三个人，就那个塔上，那个塔上，这个。扔雷进去，扔个雷，扔个雷，我扔。扔了，他也扔过雷，他跳出去了。你们左边还有，你们左边还有。他飞到后面去，对对对对。滚！这里有他了，我扔他雷。好 ，nice。我在上面敏感，我应该可以选他。哎、欸，靠腰！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靠腰，没事没事。打出，我先救你，先救你。先救先救，不急不急。那本来应该赢。我拉完血，我就直接压。等我一下。你看，不给机会。准备喽，蜜柑，你拉完，然后帮我架，我要压。好，去吧。嘿，他还在，他还在，他有可能走缺口。哎、欸，干掉！对，那、啊、他是怎样？整个跟素描融合嘞。哎、欸、，Scar， 我靠！拿，帅！赶紧，靠！
靠！来了来了，我先打一波。他七个。错。来了来了 ，Scar 出动，直接出动，没好人哎、欸，还有六只。你看不要逞强了，哈，上去了，哈哈，三勾可以哦，哈，有可能从你们来的地方啊，我这位置超好哎、欸，我看，哇，超好，真的，我靠，但看我赢定了、啊，赢定了，我下去是旁边、欸、这边有人在跑，两勾，拉过来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。我要打死，我要弄 Scar 他。看他是不是没打血、啊？咚咚咚咚咚！啊，咚！刚刚用 Scar 对吧？太帅了，还有三个，还有。这样加点阵一下。咚咚咚咚咚！哎，他打头那枪特别爽快。队友的话，对哦。哎，卢斯有点凉啊。你小心哦。你的 Scar 要修哦，飞机从下面冲下来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他不是在撞死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！我靠！啊 ！M， 我操！可以耶，孩子，咚咚咚咚咚，超痛哎！会不会在这里面？会不会在这里面？我猜的，没那么熟辣吧？而且他直死的、欸，所以应该不是他队友啊。他刚走过去应该在顶。还有一个，剩一个布朗，剩一个。死了。对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.